当歌手唱歌去掉伴奏，还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听到第一个就差点把我送走。2019年，蔡徐坤凭借歌曲 Wai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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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夺得年度金曲奖，且不说一个汉字都没出现的英文歌获得了华语奖，光台下坐着就都是汪峰、周杰伦等实力歌手，难怪网友直呼真是开了大眼了。尤其是当这首歌消去了伴奏，大家都跑来灵魂拷问：你自己听听，哎，这能听吗？喂喂喂，我的意思喂喂喂 ，You are the one I waiting for。喂喂喂。Can you not wait, wait, wait? It's better than let you go. No, God, please, no! 网上有时候会说我什么唱歌什么像做法一样啊，我是真的不会法术。这感情就是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了吧？浮夸舞台就被奉为了大型反祖现场，更有热心的网友将他和原唱陈奕迅的现场都做了消音处理，真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！你跟我做梦吧，看你在和谁呀吧，我还总有梦想的娃，有因你看吧，你跟我做梦吧。不过呢，在新生代歌手中也不乏翘楚的存在，周深的舞台你就会神奇的发现，有时消音后这咋还更好听了呢？不管风月我继续的而张韶涵一开口，调音师也得原地下岗。才叫英雄，抬头乱一阵不休，回首你在我左右，击溃命运的诅咒，让故事不朽，武魂在放肆朋友，守护你一腔孤勇，哪怕未来如洪流，也不曾最后。